此因其善自救众生，所种精心盛开第一之门，掌上明智光说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威严菩提故众生，做大真明功德，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高丽天宫神通平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道里，为目说法而是十万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咒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诸苦妖化各千世界，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因，大智慧光明，大波罗光明因，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因，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因，大赞叹光明，黄如是等不可说光明因，由此种种微妙之意，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受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狮子吼因、大狮子吼因、云雷因、大云雷因、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所谓十天王天，道立天西炎魔，多帅头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幻众天，幻福天大幻天，少光无量光天，光明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福生无碍天，光国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所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悉来集会，忽悠他幻国，俱萨婆世界，海神将河神、树神、山神、地神、船舟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忽悠他幻国土，俱萨婆世界，诸大鬼所谓欧姆鬼、胆怯鬼王、胆惊气鬼、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受毒鬼、痴心鬼王、狐狸鬼、大爱金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而是释迦牟尼，高闻是十力化王之菩萨摩诃，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皆他世，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到道立天座，如此是佛闻，此世离不佛，是真如意我身离千劫彻度，不能够佛高闻世事，无以火焰观故，又不尽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焰劫，
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闻是实力波波，是真无疑，过去就修成根，真无碍之闻波所，即当心所效果生，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称是智，彼外疑惑受是定受，为明心方为愿识，光速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则何行利佛，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闻是时，彼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虫，刀马之为三世为真，一物一事则一恒，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乘一界，一界之内所即成，今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果为义，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至菩提闻是实力，持菩萨为生死，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乃至才华阔如数气行，十人当多百万生以三世三，永不堕恶道。闻是实力，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久远不可舍不可舍解，成为大藏者之时，是有佛号，是智慧心即诸万行如，是藏咒是坚火相好，千夫庄严言闻彼，作何恒言而得此，是世智慧心即诸万行如，高藏者正义正此身，当即就言度一切受苦众生，闻是实力是藏者，应化言言我仅仅未来及，不可及为是最苦六道中，光受黄边金令邪，而我自身黄正佛道，一世一毕佛前历世大，已经百千万，那有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好业皆化定自在王如来，毕佛说明是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化之中有一婆罗门，师父身后众所亲，心诸作我诸天为，其目心邪常清散，时时生离光受黄，前有其目临身正见，而此你为前生心，不救命中浑身多在无间地，是婆罗门你祖母在此，不信因果即当随，必生恶气随卖家子，光就香花即诸恭敬，提现佛他是大性空，见罪化定自在妄如，其心相在一时中，数阿维龙锻炼彼，是婆罗门尼瞻利尊，别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劫即一切智，若在世我目时，唐来闻何必自持，是婆罗门尼吹气量，瞻念如来护闻空众生，其作神力无自悲哀，无尽是如母之妻，婆罗门尼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身，观我有力，我只是木已，昨夜一念无自口，诸母神皆是空中有，再报你也，我是如舍站立，过去皆化定自在妄如，见如一目别一常情众生子，古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生子菩，直接皆生左右菩，良久黄时而不空，愿我持名是说阿目僧，我今身心将是菩，世界化定自在妄如，高僧你也如供养，但造还手端坐是为无自病，即当祖母所生起，是婆罗门尼心地佛，其归其所依一母，
断造连接化电自在妄如，今日热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其水永会多自我受，今后铁身会走海上，东西处处见自然自你人，百千万世出没海，别自我受真迹时，又见列刹其心果，佛多识多言多智多头口牙外出，离人如见其诸罪，是今我受护自薄解脱自相救其心丸，不甘就是持婆罗门，一念佛离苦自然无，有一鬼王名也无，其所来亦不胜你，善哉菩萨何缘来，持婆罗门你闻鬼王，是时何处无度待，此时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你闻铁我闻铁为止，第一在中是事实，无度大也是有敌，神你闻铁我今因何都道义，无度大也都会为其息也离会此而从不能到生逆有，此虽火焰恶难勇，多知罪人记忆我，无度大业此时言菩提造我众生，行事之者今世十九日，无人即时为主公，九八苦难生死有无善，当即本列所感地，自然先度此岸，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苦别，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苦苦别，三里欧因之受造，功耗一海其处事，神你有闻鬼王无度，第一何在无度待，三海之内是大地，其实百千古古藏，所谓大者即有是，此有五百苦度无，此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闻大鬼王，我母时来为救不知，浑身当自火，鬼王闻神你，菩萨之母在身息后心里，神你大爷我母邪，即会三宝守候暂时，前六普君是罪日前，为之神持无度为，菩萨之母心是何，神你大爷或护我，即婆罗门中富豪失落神，母号也地利无度和杂七菩萨，愿神作切换本，无知有意别恋也地利罪你生天意，仅仅三日因成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皆化定自在王如来塔，回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间罪，此日悉得受，即通神即归王愿彼，合掌而退婆罗门，寻日蒙亏无次时，便利皆化天自在王如来他相子，离弘誓言言我今未来，因有罪苦种，广受方便施令学，佛告闻世时，是鬼王无度，当今才说菩萨是，婆罗门尼咒及地藏菩萨是，浑身即会平地，而是百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处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以如来胜利故，各一方便一诸多些多，从一到处一个有千万里，那有他供持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此中等九缘劫，流浪生死六道受，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光大慈，生死缘故苦后果，即知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展，而时时真实尽受，莫拜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诸浑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作是言无以无作，教化如是
刚强壮，人心跳虎蛇蝎鬼，时有一有三恶习，无一浑身千百，光说黄边或有理，闻鸡心说或有善，勤俭成就或有安顿，九化还归或有义，不生尽量如是等，众生个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男子，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或现三年传年何至千金的记忆，其皆独特或现天地，或现幻王身，或现专论王，或现祭祀身，或现国王，或现在乎身，或现观世，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依华土会丹佛身度现起，如观五雷皆清故独特如是等南华刚强最故种，其有微调伏垂叶宝云多多所大故事如当一莲无在道立天因清福之林沙不死此弥勒此事已终身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亦不受饥而是知识皆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爱不去破言我从九眼界功夫皆因是我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受浑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石每一世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山怕用力损失此内盘罗丹利佛法所谓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我见独特是豁达唯愿是真不以后是恶业众生为如是三宝佛唯愿是真不以后是恶业众生为二十佛赞地藏菩萨善哉善哉无住如是如能成就九眼界华宏誓愿光度将即证菩提观众生一愿并第三二十佛母摩耶夫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神咒言护众早夜差别说说宝其实云何地藏大千万世界难及国佛有第一或无敌或有泥人或无泥或有破坏或无火乃至声闻毗湿婆夷婆卢醯慧旦第一最宝仪摩耶夫人从波普揭言闻一言护最宝所干罗醯地藏大言声目为言听我此所知后目观言圣者是二十地藏菩萨不胜母南念菩提最宝名如是多有种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或生回谤三宝不敬尊一当多以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亲尊常住言无生你或戒断自心引力或杀火派如是等别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杀千回沙门破用常住其光归未必解种种造我如是等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破戒常财无故迷因是亦无乃至亦无不一起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地藏佛曰成无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见地求暂定苦依恋不得摩耶夫人从波地扎菩萨因何名为无见地地藏婆夜深目住有地在大地为三子其大地有一世法所持有五百名号故持有千百名智矣无见一者其称作扎八万亿其称存地高一万称上火气少有空随意称中注意想名号故别独有意名列无见其作扎观八
千，一千高一千，须菩提为上后车，下后车上铁手铁钩，土后出自一江子，东西欧洲一众游窗，遍满万里一人手，世间几身遍欧半，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满床，终夜受犯后报日，有诸罪人被受众，千八夜叉记忆偶，火牙如剑烟如电，手护铜抓脱夜罪，忽悠夜叉之大铁，众罪人生火中苦，火中苦被抛空魂，火之床上忽悠铁，但罪人梦忽悠铁手，教罪人尽拜自己，膝下长钉八手梗，愁肠愁战阳痛管口，多得残生万事前，欲干如是动静意，求此无界此界坏事，即生他界他界此，转机他荒他荒坏，转境相即此界成，凡夫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有无是也，干故称无间何等为，一至日夜受罪，一至皆是无事间界，故称无间二者一人矣，多人一慢故称无三座罪其插邦因舍浪对摩居照处座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座铁脚身鸡吞铁王口印铁子从年君之处那有他处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是则不闻难知你江湖一地道有鬼何龙何神何等鬼最新的看系统所故称无间无则多多次从出如是之拜前一日一夜万事万事求一连间暂自不此为夜金黄得车一次连绵故称无地藏菩萨不胜母无间第一出所如是罗光所第一罪记等记住苦是一戒子求说不尽莫夜苦闻力错有何障定力而退厌苦众生一干病敌视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可是真我成佛如来为圣理遍拜千万历史闻思神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为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千令度唯然世间言不由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心是无定恶习劫三习劫果为善慧诸今恶生轮转无动常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如意游将是长流堕入战有福早亡一世等无当有人如即必是亡累劫总是光度罪无乎合理所示意会中有一菩萨摩诃明定自在王不佛是真地藏菩萨累劫矣国华何缘金蒙世间因尽在唯愿是真第二世二世是真高定自在王菩谛听谛听三世莲无当为如分别解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空尊便知命行之三世时间皆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时其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欲与令国万为同心十三饶一种其令国内所有人多遭众而恶妄矣光说方便一万法朝正佛道当度时临时无意一万法若不先度罪苦临时安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万苦一万法言朝正佛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一万法言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作即地藏菩萨故以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持是名清净莲花目主其佛说明十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
佛陀众生因此教，于一尼人持夜光，说是供养罗汉文，于眼口等光目呆，我以目妄自知，知乎九八为之我目神，何须罗汉名之为入定，见光目尼目多在我，说即大苦罗汉文光目，如目在身作何行也，今在我须说即大光目大眼我目所起，为何是但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其子，佛刹佛子之尽时，其其名数千万福，尊作此名如何爱，罗汉名之为作风，千光目眼如口之成莲，清净莲花目如金树花，心香春乱火，光目闻利即受所，寻花火香我供养，复供金心别记载，忽一夜火梦见火神金所黄，如须弥山黄大光，而高光目如目不究当圣如，才解极寒极当眼，其后家内悲圣意，为脉三日阿难言，其手悲其高一光，神师也言过报子，我是如目就此安，慈悲如来列多大地，蒙日狐狸黄豆手，为下贱人有护短，所念十三更落我，如有何其令无托，光目闻说之目无，以更夜别提而别别，即是我目何之本，作何行业多疑我，别之大愿以杀害回马而夜守，若会蒙乎九八五，一时夜故为何邪，光目闻念第一贼，其实因何别自待，罪故之事不能成，百千岁中之过难，光目闻你体力好，而不空皆因我主，永托第一必是善，更无重罪及利恶，十方之佛慈爱明，听我为母说法光大事，多多无母用力善，即是下贱乃至逆人子，永绝不说，言我之近日，对清净莲花目如来相，切合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地，即上恶道诸罪苦中，十愿九八临离第一恶，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生佛经恶然佛方成真，发誓愿以即闻清净莲花目如，好告知夜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化如是大，无关如母是善水，所持宝一生未还，所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所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目者，即无尽力菩萨，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光目尼者即地藏菩萨，过去九愿劫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男子女不信善者信恶，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毁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趣多以善止，千年以探子，皈依地藏菩萨，十之众生即得些善恶道，若能自行归尽即战力者，香花以护种种者，何复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所圣庙，若天福尽下圣人，有百千劫常为敌，方能以宿命因果本，定志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祀，光显六部定志在王拜佛，是真言不有，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
必能成佛为尊。光严实尽，一言菩提利益众。听自在王菩萨不是真，合掌恭敬坐礼拜，何时十王天集中坐起，合掌恭敬拜佛。是真地藏菩萨以九眼界化入十大愿，因我诸今有度为更化广大士，唯愿世尊为我等佛告四天：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即为来现天人众，光历以故说地藏菩萨以沙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方便持十四天王，回来世间言要义。佛告四天：地藏菩萨九眼界即足以尽度脱众，又为彼愿之名持十罪苦众，不管未来无量劫，因满不断一世足，有化众眼如是菩萨，以沙婆世界阎浮提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十天王地藏菩萨若一刹神，所素养断明，若一切道着受贫穷苦子，若一邪淫着受切过艳阳，若一恶果着受见识斗争，若一毁谤着受无受忏果报，若一忏悔着受错落弄藏，若一千灵着受受修慧眼报，若一饮食无度受饥渴夜病，若一天的自情所说金光上明报，若一本父母所说天地在沙，若一烧山令母所狂迷去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幻生变大现手，若一王不胜处所骨肉分离，若一回谤善报所朦胧阴哑报，若一青花满脚所用出恶道，若一破用唱主所以皆轮回地狱报，若一无憾无生所用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生所轮回地上，若一破戒犯灾所亲受记恶报，会理会用所所求切戒，若一无恶供告所别时下见，若一两手斗乱所无手拜手，若一邪见着受遍地受损，如是等阎浮提众生口已佛悉皆破百千法，今出离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亦感常，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诸众生先受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护人护，无念十诸众业迷惑众，十天王闻离涕泪别，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地名号品地，二世普贤菩萨摩诃萨，不地藏菩萨人作阎为天龙使，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沙婆世界即阎浮提罪苦众，所受报此第一名即恶报等，是未来世末化众只是果报地藏大人作我今成佛为即大势之力列说第一名即罪报恶报之，人作阎浮提东方有皓月皆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有大地，皓寂无间悠悠地，明大庇护佑地，明烈释迦护佑地，明烈回答护佑地，明烈火箭护佑地，明烈迦山护佑地，明烈铜墙护佑地，明烈铁车护佑地，明烈铁窗护佑地，明烈铁牛护佑地，明烈铁衣护佑地，明烈前人护佑地，明烈铁力护佑地，
民内养通忽悠地，民内保持忽悠地，民内留活忽悠地，民内耕收忽悠地，民内出售忽悠地，民内烧焦忽悠地，民内锻炼忽悠地，民内提完忽悠地，民内整人忽悠地，民内铁屋忽悠地，民内多成地藏宝，人者地位之念，有度是等地，其实无限更有交换地，八色地分了地，同色地佛像地，佛果地佛马地，佛鸟地佛山地，佛寺地佛创地，佛量地佛印地，居亚地波毗地，云谢地烧舍地，烧焦地刀刺地，佛悟地铁悟地，佛浪地如是等地，其中各个忽悠诸小地，佛一佛和三佛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者持者皆是难念菩提心二种，一干都是业力神，能得须弥，能胜极，能障生到出故中，魔亲小我以为无罪，此恶有报千好手，佛子至今七路口，终难相逢无肯待，我见尘魔为敌烈受敌最报之，唯愿忍者暂停时，普贤大愿无以救之三恶道，王忍者舍灵火是魔化一切恶心中，文忍者舍是灵鬼，地藏宝印忍者第一罪，其实如是火有地，其罪人舍是六根，火有地其罪人心，一刹时只有有地，火烫生灰诸罪人，火有地持少同，持罪人报火有地，十字火烧成积罪，火有地相寒，火有地无限魂，火有地成为极地，火有地多转口腔，火有地为创胸，火有地单烧手，火有地攀脚铁手，火有地七字铁，火有地金甲铁，人者都是等，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一道子，无为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是四种，众业心甘露光受地罪，等是一一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佛光多以我今成佛为，即人作文的所住，罗光皆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地，何时时真即生方大光，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除大音声普告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具天龙鬼神人慧人，天国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王世谢贤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子，救护一切罪苦子，无灭度火炉等诸菩萨达，具天龙鬼神灯光作幌，维护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所施一会中有一菩萨，明涅普光合掌功，二百佛眼金见实证，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唯愿
是真为未来是魔化中前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因果等十字天龙宝即未来是众生定舍佛佛是世真高普光菩萨即是种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地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福德子普光佛言未来时言要以文佛告普光菩未来时中都有善男之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和合掌作赞叹作礼作念母世人超越三世界最普光若有善男之善女佛才华心相佛徒四教金银铜铁作赐菩萨一瞻一礼则世人百万生于三世三永不多疑恶道假日天父君下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若有你愿你人生尽心供地藏菩萨化即土师教其通体等如是如日不常以花香饮食衣物等在床房前报五等供养十三你仅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何况胡说此为此言理要说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礼其功德礼百千万劫不作你身护持补若有你人厌世者多疾病者单立地藏像十尽瞻礼十尽止十人千万劫说说生生相貌言是错罗尼人如不愿你其百千万里生常为王尼乃及王为在大心大藏者尼端正手诸相圆满之自性瞻礼地藏菩萨护护德护持普光若有善男之善女能对菩萨相作之吉业及各用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如是等现在时中及未来时常多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临而时则问起何况今舍子不知不光未来时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善男之善女鬼精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帮务功即利益是佛如此佛变免会佛千人功佛一人会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会如是之人先接千佛灭度即会之常在阿鼻地所记中罪过世界黄色乌龟有尽前胡说出生有尽前黄多人生中色人贫穷下贱诸根不拘都被恶业来接起不久之间互斗恶是故普光即为他人供常获此报何况被生恶见毁佛知普光的未来有难子你人就是闯求生求死了不可或一梦恶鬼乃即假或有仙道或多言功归神流日夜水转乎亡在命中久残气不落者此皆是业大轮未定尽中或难损或不得已难逆俗不便时时担当对诸佛菩萨想高僧转读此经义何其病人可爱之何以护宝贝庄严舍对病人见高僧常我莫家等为是病对尽相见舍之等或供养金香或招或菩萨行或招他时或难有或时常住如是三宝品千年文字家林诸事昏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至七日矣高僧不高僧度世人民众之俗养重罪足以无见
永得解脱受色身，常住宿命佛康三难之圣女，住持此经佛教人，佛住持法菩萨行，乃至教人说法受受果，彼佛大力受故普。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念赞叹时，或恭敬者如是拜见法，前世等人亲信摩，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知不光若未来，诸众生等佛梦佛，见诸鬼心乃至诸佛悲佛体佛彻佛，佛空佛不辞，皆是一生世拜生。生前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间，在以恶趣为堕处，无处希望福利久，当告诉世故，十洲红遍眼里偶，普光如一生，前世见识令对诸佛菩萨相欠，自信自度此经，佛亲人多七十三，佛气遍都是恶道间，今生彼世遍舍，当多邪多乃至梦灭子，永不复见护自普。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佛怒佛悲乃诸子不知有子，皆诸是为要忏悔，此心暂离地扎菩萨行，乃至一切日，念菩萨名可满完，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长生中，更不尽善恶道。佛知普光若未来世，阎浮提内沙利婆罗门掌，其实一切人，其一心中自有心禅，何然何尼其日子，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更为念菩萨名可满完，此心生之何然何，所有养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中，若是生复生，转正安乐即一手，佛知不光若未来世，众生也已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字如等诸罪劫，摒弃心中难念菩提种，即至动念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自心杀害切盗邪妄以百千罪转，能以十四载，对佛菩萨诸仙圣相继，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拜右行，无知灾难当自取，若障若有现在未来拜千岁，用力而起能以四载，每转一遍先知令此即加无字红，一时红一时古朴，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里大为神，利益知识言不中，一次大事有大隐，十诸众生闻菩萨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至五，或一句一句作现在数妙案，未来只是百千万，长度短正生尊贵，何时普光菩萨闻佛如，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富贵和尚富国婆，是真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即大师言你为未来众生，前知利益故问汝，未然定说是真当何名字，此何因何流，佛告普光此经有三，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是理，愿此菩萨救援即来，化大众言利益众，是故汝等一言流，普光问你何藏功，说你而退地从王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婆婆，是真我观世音护众，即心动念无慧时，脱后三地脱退时，若以恶缘念念增，是等别人如逆逆，无以中单见棍见，逐步顺遂如多一子，第一见护好千里，
是知识有大力，互相扶持牵引导，若大平地牺牲我，不在经历书生稀有种，同心好军编织物，是知众生有如此，临命终是父母权，以为社乎及诸前，或先还盖及难留，或转读真经，或供养佛，及诸圣像乃至莲佛菩萨及辟支，名之一名一号利人众人耳，或问在本，是诸众生所造我，及其干果必得我，原是前世为定种，修持圣因如是种，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世子。其七人内光照中，能施施主中，用力而起得圣人，所生妙乐现在见，利益无量是故而今对佛事，即天龙八部人会人，千里云菩提众生定众子，深入沙海即造我，百计鬼神求助我，何以故而受杀，乃至百计无限耗子，利益亡人当戒罪，专知神宗家世来，或现在生多或神昏，承认天中原始林中必助见，朝时偶因一临时命中，阳雷对边万圣山，何刚临命中，财神为成有少山，国际本列之受我，何人见识更未成，譬如有人从院底绝粮三日受负担，强国百金呼应你，更乎少乎一世主，真乎困中是真我观言乎中，但能以诸佛教乃至三世阴谋一地，一沙一尘乎日里，悉皆知得受是已，会中有一掌，明烈大便是藏者九正五，花都十王先藏者，合掌恭敬闻地扎菩萨，大师释然念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减，为修功德乃至所在造众善，使命中人得大利，即是陀佛地藏大，藏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力烈受施施，长者未来现诸众生，临命众人多闻一佛，一菩萨蜜一辟支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若有难自你，再生不修善，多造众罪命众子，见识小大为造福，一切生死七分子，何乃佛以六分功，神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难里，闻见自修昏昏起，无常大鬼不起哦，明明有身为自罪，其七日内如是如，不在诸事辩论也，身定之后即业受，为错之间千万错，佛光多以诸恶起，是命中人为堕首，在七七日念念念子，王之骨肉见识一照狐狸九八过十日岁夜守，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懈陀如肉食无间，多大地一千界万，用手中苦苦之掌，若是罪业重，命中之火见识骨，未修因在知之也动，未在时间即因在知，迷干茶也不弃矣，乃至诸事为现佛，无多现世如有为，即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离如仅仅不仅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佛亦是故障，愿乎众生若能为其福，乃至见是命中之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妄佛，所施一时道立天，有千万里那由他烟雾鬼，悉发无量菩提子，大遍藏州周利欧，阎罗王中赞叹遍地，何时提为神，
有两鬼王一言露天，即道理来到佛，所谓恶毒鬼，多鬼王大正鬼，白虎鬼王邪虎鬼，慈虎鬼王三娘鬼，灰身鬼王电光鬼，能亚鬼王千年鬼，单舍鬼王护世鬼，诸好鬼王诸后鬼，慈氏鬼王诸财鬼，诸慈鬼王诸亲鬼，诸舍鬼王诸魅鬼，诸参鬼王诸命鬼，诸机鬼王诸现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毒蛇灯大鬼，故故以百千诸小鬼，金鸡阎浮提国有手，国有手诸蛇之鬼，一言多天之称破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即于道理在一面，何时言多天，富贵何赞百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破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方得以此道理得，以是我等获善理，我今有孝矣，敢问是真为言是，慈悲贤首护高阎罗天，知度受闻无畏主，时时阎罗天，禅地时间即会是地藏菩萨而不破，时间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方便我度最苦种，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智，难诸众生护得罪，为救之间有得我，是真实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因何众生而不义至善，用其邪头为厌世，为我接受佛高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挑战，是大菩萨一拜前，陀陀九八如是种，昭林邪陀是最宝，乃至多大无其菩萨一方便，八字根本也，二千五十四子，只是掩护种，皆有悉中显示显，老师菩萨究竟解，何作独特毕如有，名是本家无路显，悉现道中多智也，几乎狼师之万寿菩，如是迷人在现道，悉以之间即造主，有一子是多即大师，三经十度乃及夜叉诸恶等等，胡王迷人亦尽显，而一子言多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有何一时能自知，是迷的人忽问时，创之先道即便退，求之此路是善子，提悉解说因此显，免之恶毒之一好，令得安乐而一子，多在迷人之境矣，无力是道此路如，自然多次乎圣行，是迷路人亦甚感，临别之时之事有，若见今之即诸路，若然若你言一此，多诸毒恶伤世心，无念是种之气取，舍故地藏菩萨即大慈，九八罪苦种，生人天中令寿妙，是知罪种之业道，陀陀处理永不在，如迷如人无路险，以善知此因戒定，永不护日奉劝他人护见魔，此言因是迷故，多谢多情更不服，若在离间有上命，不解九成所罗现，何足是名如多闻，地藏菩萨方便力，十令解脱生人天，现留在如昼夜劫中，永处第一无解脱，何时恶毒鬼，何赞恭敬拜佛，是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或利益人或生海，个个不同，但是也报是恶见识有信识，多后少生个人家，或曾以其罗庄严皇，或有男子女修
修茂花三世乃至现一万里朝香烧花供养佛及菩萨香火转度正朝香供养一句我等鬼王今历史如过其现在未来主此之小鬼国有大及土地分辨令为不令而是红何兵红兵乃至不留意今历此所等何况如门何战鬼善哉善哉如等机缘能如是拥护善难你不以高皇王帝师临为无所事矣会中有一鬼名列主名不佛是真我本也是厌乎人民生死时我皆主自在我本神力利益之事中不为我意之令生即不得安何以是厌菩提人出生子不问男女后一生但作三世争一生此令土地无量魂拥护之母得大利益见识后一生深入杀害其祖先攻击参谋及光击剑饮酒食肉过夜香能令子母不得安何以故事灿烂又无时恶鬼及王亮剑一世行邪使我招令守在土地里何乎子母是令难何得利益如是子艰难的故便落足他度土地还未杀举击见识一世子还娘主守主母亲有言菩提临命中不恩善恶无一临时命中子不落偶大护光诸修善正恶离故事言菩提心善子临命众生亦有百千恶道鬼或变作父母乃至诸间因皆亡人临落我护光本照我是真如是言菩提但子女临命众生生死魂不变善路乃至阎罗更无间是诸间是当悉受大恐转度真经莲佛菩萨名如是三年能令王立志恶道诸魔鬼悉皆退散世间一切种临命众生都多闻一佛一菩萨名后大圣经一切一切恶观如是别出无间杀害子小小恶为何多恶起心机邪陀佛告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等一生世中护诸众若未来世中有难之女诸圣时时日莫退时愿众令邪陀永得安归望不佛言不由离我必死念念永护言护众生世时时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受我以无不邪陀佛大利二十佛高地藏菩萨是大鬼光著名一正经百千生周大鬼一生时中拥护众是大师慈悲眼故现大鬼身是为鬼且后过一百七十唐多成佛好也无相其名安乐世界命尽其佛所名不可及地藏是大鬼其师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显成佛名号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跋陀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利益是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时听我所知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中言不实于世间正实为当数说无纪念出入照必水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种地藏菩萨佛陀是真果起无量阿僧祇有佛此时毫无边胜度若有难子女闻是佛门战胜功即得造业是世界生死种何况数阿行供养赞叹其人何无无量有一国际恒河沙有佛此时好报信徒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探子化心国一世人一无上永不退转有一国际有佛子
哈波陀摩僧祖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利益有舍人当头千万生一六一天佛光自心成有一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有佛持十好识之佛祖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都以无量诸佛摩定所有一过去有佛持好具罗僧佛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自信赞佛护赞叹世人一先皆前后悔为大梵王多受长有一过去有佛持好毗婆师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永不堕我长生人天所圣妙有一过去无量无私恒河沙有佛持十好报身主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我常在天上说圣妙有一过去有佛持好报相如来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生恭敬舍人不救到阿罗汉有一过去无量阿僧祇有佛持十好袈裟创如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周遭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过去有佛持好大同三王如若有难子女闻是佛名周世人得以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佛有一过去有净念三王佛之神群明王佛之正觉无上佛妙手满力佛一妙有如是等不可说佛是真现在未来一切种若天若人若难者当念若一佛名功德无量何况多是众生等生死时此得大利终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识乃至矣为是病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间于业宝等悉都想是无间追随自己东今已解了不多曾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曾念佛一时最终一见想何况众生之称子佛无无量没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简众地藏菩萨本愿尽简众较量不是共头言并地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身从作富贵和赞本佛是真我观一道众生较量不是有情有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苦力则是世因为言是为我所知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立天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是教功德轻重如当谛听无为如是地藏本佛言我以是誓言要以闻佛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国在乎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以最下品乃至龙禅饮龙池无目如是风中不万计十大国王等亦不是若能极大慈悲谈笑轻说遍布或是人是乱念为是国王等所获福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以是罪贫贱卑及不忘记周华大慈是故护理有如此
百千生中常得七宝集，何况一世受胡子地藏的未来，由至国王之婆罗门，于婆他是活佛行，乃至菩萨三万比之佛，供至因般供养不，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都能一直不是故，回向化解十大国王，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护持地藏都未来，由至国王之婆罗门，一现佛他妙护至今，回外婆罗乃能化心修，是国王等护持引般，护劝他人乃至百千人，不是皆言是国王，百千生中常为观论王，如是他人同不识，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以他妙化会相信如是国，乃至诸人尽成佛，一世国宝无量无边，护持地藏未来时，由至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病及生丧苦，若一念见即大慈，不是一要因是我，是令安乐如是乎，虽不是一一拜劫，常为经济天，而拜劫中常为六一天，毕竟成佛永不得偶，乃至百千生而不闻苦声，护持地藏都未来时，由至国王及婆罗门，能作布施布施，护无量更能回向，不论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轮子，是故地藏普见中，当如是邪护持地，未来世中多善男之善女，以护法种种少善，毛发沙尘等，所说护理不可为，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破心相菩萨行，彼之破心相转轮妄行，不是供养得无量，常在人天说甚妙，如轮回相还，世人护理不可为，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大乘经典或天文一记，华严众心赞叹功，不是供养世人或大国，无量无边若能回向还，其无不可为，护持地藏都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于佛他是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站大恭敬合掌，若以骨折或毁坏，修不引力或度化，或欠多人同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诸小国，贪劣之人常为论，凡力三化教化诸小国王，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说众善，或布施供养，或修布塔，或壮丽金殿，还持银毛衣，一沙一滴如是善，但能回向还，使人功德百千生，所上妙乐如当回向之家前，或诸神利益如是子，即善身所罗所以多闻，是故地藏不是因缘，其实如是地生护瓦平地时，何时见老地生不佛，是真我从昔来，暂时定力无量菩萨摩诃，
即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支菩萨誓愿神咒，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音莲如问世普贤观利弥，一花百千身心度一流，其愿尚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流到一切众生，受阿誓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无观未来即现在中，一说主持一南方清戒指，一吐是祖母周期看持中能数啊乃至金印通，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转立赞叹是人机即得是众礼，何等为是一座土地风，何作家在永安，三座先往生天，四座先存疑，五座受修水，六座无水河，七座喜好比，八座杜绝我，九座出入生，十座多一生，十真未来时，即现在众生若能一所住方便，作入是供多入是礼，胡佛佛言十真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一说主持有此经，即菩萨向世人供养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奔身，为护世人乃至随后道，大横小横一切偶事，悉皆消灭火高见老底，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孤烟无土，其梦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因如理，有常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如是功德即一生，百千百亿常问题，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及转度时，但立地藏本愿尽一时修行，如以本身利而用护，无令一切杂害及不如意，则闻已有何况定，回旦如度后世人，已有十幻境，诸天见识用护时，何故得如是生现用，皆有站立地藏行，其转度是本愿经，除难必经出离苦，真内盘罗一世主，得大用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二十四正从天门生，黄百千团立大号响，所谓百号响光，大百号响光，瑞号响光，大瑞号响，鱼号响光，大鱼号响，智号响光，大智号响，清号响光，大清号响，鼻号响光，大鼻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青银号响光，大青银号响，千轮号光，大千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印号光，大海印号，一定门上黄都是灯号相光，初为妙音高主导，天龙八部人为人等，天无尽热一道立天，太阳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立灯，不是一超生因是正是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一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从作我，富贵何赞本佛，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即大慈悲怜悯罪苦众，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里，所有功德即不是为圣旨，我闻世间一时万无量主，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何所起功，又不能尽相则有梦死，普告大众以成扬地藏利益等，为言是真，为现在未来一切种，成扬地藏不思议，临天龙八不沾离火，普告观世音菩萨，如意沙婆寺，有大音天如天罗，罗兰如尼如圣如，乃至六道最苦中，闻诸名者见如心，莲目如者赞叹如，十诸众生亦无上，必不退转长生人，具寿妙乐因果奖，于佛所知如尽其大慈，临命众生及天龙法，听无先说地藏菩萨不思议义子，如当谛听无尽说，观世音言为难时，言要一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福，有无率相，或有多疑恶道之，如是天人都难作，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现，或闻地藏菩萨一瞻一地十字天，转增天福说大快，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副饮食宝贝饮，不是供养所获功德无比无量无边护持观世音，若未来现在出世界，六道众生临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十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物宝贝一护所化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因而见闻知道见受，将舍在宝贝等为其诸身所化地藏菩萨心，世人所思也包何所众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业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业，何多而起作诚实功，命中之作即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之你，或入不遂，或三岁五岁四岁矣，往事父母乃及往事兄弟姐，十年年纪长，十一父母及祖先，不知落在何地，生何世界，生何天，世人都能速化地藏菩萨心，乃至文明一战矣，一日至七日莫退出，文明艰辛战立功，世人见书加引念，多其作即当觉，诚实难离兄弟姐，速化地藏心，战立功德心即学，圣人天中所生圣妙，世人见识如有魂，一生人天所生妙乐，即诚实功德转生生，所无量乐世人根本三七日，一心站立地藏心，缘起名字满一万，当多菩萨现无边，居高世人见识神，何以梦中菩萨现大神，亲临世人一住世，见知见识更能每日念菩萨面前，是以前世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众生恢复现世亦是红，无知疾苦难吃红食不入侵，何况即生世人毕竟多菩萨莫定所，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以发广大慈救度一切众生，以修无上菩提，以处理善解，使诸人等见地藏心，即闻名者之心
信鬼，火衣香化油，宝贝饮食供养站立十三难女，所愿俗成永无障，护持观世音度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以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邯郸国衣站立供养站，地藏菩萨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护愿地藏菩萨大慈悲永永护，十人一岁梦，极多菩萨摩顶说，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之善女，以大圣经典生世真，发布施一心一度一生，众依名舍教士林，全都先往东经典，不能读诵是善男子，有数业障未度消除，不以大圣经典，无度诵心如是知，闻地藏菩萨，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者，更以香花以护饮，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以净水以沾净一日一夜，安菩萨前南后合勤如回首相，临如口是自心中，呼水即必生无心酒，邪淫妄欲即诸杀，一切如何善取，是善男之善女，以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无边，以世人持所灌顶，其人梦皆其祸从，因是经典一理由，即当用计更不忘是一句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智人，一知不足求则鬼，或多病疾，或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昏生，或知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情，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自信功，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世弘一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或因自生，或因供，或因生死，或因疾，如善林中过渡河，乃至大水或尽险，此人现当念地藏菩萨名王，所过土地归顺为父，心诸作祸永报恩，乃至风雨呼浪时，一切毒害不能生，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愿，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所不能，是故观世音如意身，六不思尽临沙婆时，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时，二十即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劫所难，见闻瞻利益莲，利益人天无量时，若难若逆若龙身，今应当堕我此心皈依大师，守门专政处罪，少师父母恩爱，为之魂身在后，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以来皆不佛书佛法大师，陪练站立不站，三七如中练起，菩萨当先无边，持戒见思受生，众多无其心处，若能不退是此，即获摩顶受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理善解，十人即发大悲，先当站立大慈像，一切诸愿速成，永无业障能走，有人化心念经典，一度亲密操笔，随力誓言不实，先度先王堕毁，十人业障护，以大圣经不能供养地藏异象，以护饮食住完，以净水安大事，一日一夜求福，化因众心生无心，求罗邪淫即亡，三七日内勿杀，此心十年大事，即一梦中见悟，
借来便得离根，因是尽教理由，千万神中用不，一时大事不死，能使世人获此，贫穷众生济济，家塞穷衰见识，睡梦之中细补，求则乖为无成，慈心站立地藏，一切偶事皆晓，至于梦中尽得，一世红老神鬼，一路山林嫉妒，妒我亲手嫉我，我生我鬼病我，一切阻拦阻苦，单单站立济公，地藏菩萨大士，如是山林大海，因是诸我皆晓，观念自心听悟，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劫受不，广贤大士日数，地藏明知忍辱，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壶饮食，供养百千寿苗，若能一次会化解，一尽成佛超生死，故观念入党，不告横沙诸国，诸类人天平第十三，是尽所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而这是愿地藏地，如之胜利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今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天诸众生，未出三界在乎在众生，无诸一路无因是诸众都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无间及阿鼻地东经千万亿，无有出其地藏十难念菩提种，执心无定悉恶作，中华三心悉一起，若以我愿念念增，一时诸故我闻时，百千里花都随其根，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不知一路未来者，若有天人及善男之善女，以护法种种少神，因貌一尘一刹矣，如意道理拥护时，兼修无常无令退，护持地藏未来时，若天若人虽业报，若在我其令斗起，护持门者施之众，若能令斗一佛，一菩萨名一记忆，大声经典施之众，如意神力方便九方，以世人所现无边，为摧第一千令生，所生妙乐二十世，而说即现在未来千人中，无尽因尽护主如与大神通方便度，无量多在诸我，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富贵合掌不破，是真为愿时，不以为离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以护法中一念功，我以百千方便度脱时，一生时中殊脱邪，何况闻之三世念念修，自然离无上，永不退转受持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悉公赞拜佛，是真我知之道理闻理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甚是力，不可思议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及地藏名之佛赞力行，得其众福利为愿时，为未来现在一切众，列而舍之佛告悉公赞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如昏蔽所，为未来时有善男之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闻此，乃至读诵香化音，一呼真八不是空，赞叹赞力得二十八种力，一则天龙护，二则三个日正，三则即圣上，四则菩提不，五则一世弘持，六则即一不，七则离水火灾，八则五道劫，九则人间情，十则生贵子，十一则逆转难，十二则为王臣，十三则端正相，十四则得胜天上，十五则后为敌，十六则是之名。
通，十七州优秀解，十八州坚持魂，十九州朱红雄，二十州一道永出，二十一州七处锦，二十二州一梦安，二十三州先望礼，二十四州疏忽守，二十五州朱胜瞻，二十六州聪明礼，二十七州老出名，二十八州必进城，胡主席公丈夫，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问地藏名利地藏，或问地藏本愿时，赞叹赞礼多其众物，一座树草神，二座乌衣熊，三座诸佛护，四座菩提普陀，五座增长本，六座宿命劫，七座毕竟从，二十四王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即大菩萨天龙宝，文释迦牟尼，怎样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叹未成，十四道立天一无量相，天音主音供养释迦牟尼，于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及护赞，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相。